这轮游戏呢叫做余音绕梁，是由大家推选出一个人来出题，出题人头戴耳机听一首流行歌曲，并且用这首流行歌曲的曲调来唱出我给的古诗词，众人抢麦来回答出歌曲诗词的名字，注意要答出词牌名。哇，这个很有难度，那谁来带一带吧？我有建议，我想让他带。我吗？嗯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就是觉得他唱歌应该好听。哇，暖的嘿，你的眼光没有错。我们已经站好了，杨九郎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咱们游戏开始。哇，好有范哦 ，rap 的感觉。海浪无声。唱这个词啊？唱啊！大江东去，浪淘尽。大江东去，浪淘尽。浪淘尽。苏轼写的，赤壁。词牌名不对。《念奴娇·赤壁》不准。不对。哎呦，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。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，歌名也要猜。猜歌名？不是猜诗名啊。诗名也猜，歌名也要猜。歌名也要猜。原来日子，大江东去，浪淘淘尽。啊！大江东去，浪淘尽。他唱的他都不准，听不出来啊。跑调严重，来放一下音乐。诗猜对了，歌并没有猜对。我觉得应该让龚老师唱一回了。我来吧。龚老师唱一回。他那个调不准。是。哎，我试试用，对吧？能准一点的。先别说这大话，哎。是吧？先别说这大话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，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。歌词对了，还要再猜歌的名字。双截棍。不对。今世是何年，何君生功归去。无价之姐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，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自是孤男全爸爸。这好熟啊，这个全爸爸。蹦巴拉什么卡巴拉，不准确。卡巴拉巴蹦卡巴卡巴拉蹦巴蹦，还是不对。蹦不拉卡蹦蹦，不对不对不对。啊，哭了吗他了，还是不对。歌的名字只有四个字。卡拉蹦巴尔。不对不对不对。来放一下音乐。一个吧，来，张九龄，打小学过三年唱歌呢，唱最好的，准备好了吗？预备，开始。昨夜雨，雨风骤。完了，这题猜不出来了，猜歌的难题已经达到了地狱级别，明白了吧？浓水不消残酒。我先猜这首诗是《如梦令》。
李清照的，你们来猜是什么歌？是唱的京剧吗？你们还没猜出来是什么歌吗？我们猜不出来，这歌根本猜不出来啊！太让人失望了，我再给你们教学一遍。却道海棠，跟你们那说相声的那调一样吗？雍正王朝的这歌是不是？向天再借五百年。哎，老师，咱放一下音乐。嚯，能唱成这样，这是您的本门啊，这是啊。得让我们小妹妹唱一个。嘿好，跟我多般配。小妹唱得这么出色，您都猜不着，您自己都没信心了，您还乐？这歌可能是那二手玫瑰的什么什么歌？来放一下音乐。啊，这个歌呀，这太难唱了。对，有点太高。